你可以吗？普通的火锅，这是最近很出名、很出名的自动热火锅。Yes, from 海底捞。还有多一个是四川牌的麻辣。我手上的就是一个番茄的全素火锅，然后这个就是香辣火锅，也是全素的。然后我这个就是四川的自动热麻辣火锅。既然我们今天都是差不多全素，我们就自己决定要加肉啦。我们有干蔬菜，然后就是冬粉，然后就带它的那个底料啦，它的番茄火锅底料。OK, I think 够了。够了，等下它滚出来。OK, 就这样。Yes, 分工合作。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香辣素食自助火锅。自助火锅啊，乔总。自助火锅。I think 这个它的分别就是它的调料包是不一样，就是一个是辣的，然后对，我是这样觉得，应该是这样。Preview 一下。好，下一包要放水吗？要，先放吧。这忘记不放水要给它撑大。还有我最后一个是另外一个我们的四川的麻辣锅。哦，这个我真的没有看过。这个我很好奇，是因为我拿起来的时候啊，真的比海底捞的那包重很多。它有一个蔬菜包，它油还够大包。粉丝包，豆腐包，还有豆腐包。哎呀，咋不能 focus 啦？为啥好烦啊。哎呀，就是他写火锅豆腐包就对了。然后我受不了，这个也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发热包。你看的这个是调料包。Yes, 所以快速。而且我怕 overflow, 因为这个它有一格下去，所以如果有水出来的话应该没有这样严重。OK, 我们来开吧，我们先开它的面。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麻辣，油油的，好多才会好吃嘛。We need discussion. Wait. 换掉了呀。We have ignored the camera already. 换掉了呀。Okay, 换就行。嗯嗯。And then once I put your faster put the cover. Let's do this. 3, 2, 1, go. 快！哈哈哈哈哈哈！Oh no！ 不能。Okay.没有 overflow， 它滚出来真的是辣椒滚出来。因为 GG 也天外搞不拉你。OK， 零酸零酸，期待，注意这个声音。哇！热了，看得到吗，观众？我的 table 有点 unstable 也是。我在抖哎，很可怕哎。Oh my god！ That's why now you know。烟的。Do it。对。就算它比较慢热，所以没有这样干净。OK, let's do this. Do it. 我们有计时吗？没有耶，啊，现在计时也不用计。干吧。好吧，我们就这样等十五分钟，等一下再回来，再见，拜拜。大揭晓。哎，要嚼要嚼要嚼，哎，真的要嚼。哎，真的是麻辣的麻辣哎 ，Look at how spicy。Oh my god！ 嚼到豆腐这边，哦，一个 big 的 spoon 掉了。掉什么欧气？你去。We are not supposed to eat it now. It's hot. It's not hot. It's spicy hot. 嗯，但是很好吃。我给你嚼先 big 的 spoon， 你看不起我 face eating。是辣的。
辣的对吗？哦哦哦烟哦，呜、哦，我们有我们的肉，呜、哦，它培根真的哇，面条，哇，豆，还有木耳，哇，好多料，很丰富的感觉，哇呼，大期待，哦、大期待。这个我其实很期待，因为这个不辣的，这么大面很像没有熟、哦、因为我外面的水没有过 GG.com 哦是吗、yeah, 没有过那个线I think 喝喝汤喝点汤秀耶、欸、哦哦真的很爽哦好舒服哦哇、wow, 哦、wow. 会上瘾下要我 try 这个真的很开胃耶哇、wow, 那个油很够力我拿下面一点因为我怕辣Hello? It's not joking You try, you try 挡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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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大呀 You try, you try 哇哦他是冲上去他好像是有一个辣椒有个很重的胡椒味椒、嗯、而且还是很强的给你往上你的头脑会冲上去的、嗯、真的我可能面会比较好吃的哪里哇它真的很辣虽然我很会吃辣啊它不是我它的麻是从胡椒的那种麻而且有点变苦的后面有变苦哦我会比较喜欢番茄我需要拯救一下我嘴巴然后 try 那个汤是我有点怕哎、欸、看那个油这个真的油够力这你加了一整包的油哎、欸可是好哎、欸，我没有感觉了嘞。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酸酸辣辣，这个就是胡椒。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Hello 。It just stinks。但是我有吃过胡椒粒。Exactly what it feels like。对啊。Oh my god！ 没有想过会这样辣，我想过的是可能是麻辣的那种。我没有感觉到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只是辣没有麻辣的香它没有它就只是麻跟辣它没有说是好吃的辣没有味道就是辣跟麻这个是不同的又不是粉条那种你可以吗其实这个也有辣其实也有辣只是如果你吃上面的还好你吃那豆干啊你吃那料还好我本身来说喜欢吃那个韩国的辣面那个是辣到很好吃可是辣到我不想再吃可是我觉得韩国辣面比这个好吃一百倍这是折磨人我们尽量吃吧吃完了再汇报 One hour later、啊、没想到这个会变成一个挑战But 我们结论出来的冠军是番茄这个番茄真的很开胃真的很好吃建议你们大家都去试你在同一班的老兄你行吗 Hello 你的汤匙拿稳一点我的嘴巴好像被蜜蜂叮了一百次好啦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喜欢我们影片点个赞分享给你家人朋友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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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